周边好像不会跟那个瓶子合一，你一放下也是接瓶而已，但是还没有把它混过来接这一罐的水。那么你把缓冲道混过来，没有练过缓冲道，你把它凝聚，凝聚越有了，你再越放松，凝聚越有了，再放松。那么先凝聚在那个地方，不影响呼吸就好了。先稳定，先练稳定。找到了，先倒伸出来，你看，这头已经没有放松，从绕三点伸到小面，当然就是先抱好，先用具体的抱，还没有结点吗？拉到没有？拉到刚条，它也得滴过水过来嘛。看到没？大家看到没有？用无场的，后面有没有开？以前听到你的背后，有吗？对，前面合，我拉到我，这样才有，对吧？你刚才没有拉过来就没有。哦，这够了。啊，第二，所以你也找到那个圈啊，那么慢慢就会珍惜感受那个如何接那个。第一，你要放的时候头绝对要正，两眼呢，先平视，千万不要把这眼斜下看，你这个瓶水就会怎样斜了。你两眼先平视，你头才会正。那你看的地方不能歪斜，先别起来，起来，与你调情侣先调整，咱两边我的表情不要松出来，找一条线，中正一下好。这是你的松果穴，你要。对，这条线不能这样，歪成这样，你要先准确好点。来平视，啊，你平视了哦，那么神力哈、哦，眼睛是不是平视？对，神力稍微做一下，有没有焦距？你说我两眼平视啦，啊，你一边神视都往下，那么要看看嘛，从看看嘛，稍微，你看我也拉到了，辛苦了哈、哦，好，拉到了啊、哦，你本身过来。好，要合一了。那合一就是后面开，这样合的。接着好像拉到这个瓶子这样，有没有这样感应？有了哈，对。阿颖，你把它先倒转过来，这样。刚上去的时候。